对自己、对同伴都是一个极其大的鼓励吧。这边就是实力也非常的强，然后尤其是今天的，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，而且我们就是在就是场下业务学习的时候，看的也是他们的录像，所以说今天在电视上第一次，今天在就是电视下面第一次，碰到，我觉得也是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，然后学习的也非常多了，然后我觉得打他们就是。敢去赢他，觉得就这样。